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，告别春的萌动，迎来夏的生长。村上春树说，转眼之间春日阑珊，风的气味变了，夜幕的色调变了，声音也开始带有别样的韵味，于是地变为初夏时节。逢年立夏，最让人期待的是夏日滋味儿。那些酸酸甜甜的水果，仿佛天生就有一种让人笑出声的魔力，随便一口都会在你嘴边挂满夏日香气。立夏这一天吃米粉肉是南昌固定的传统民俗，香嫩酥烂，糯而清香，一口咬下去，满满都是家乡的味道。夏天总是令人期待的，天亮得很早，黑得很晚，日子变得悠长且愉快。你呢？你喜欢夏天吗？